比较清楚。所以那断了生机，所以这边人有吃的东西有的，可见人生的责任甲任务是无法推诿甲解脱。可见人生的责任甲任务是无法度人推脱，无法度人叫人替咱做，我当叫人替咱做啊。尤其对修养的功夫，更无法容人代替。尤其修德这方面呢，绝对无法度人叫人把咱代替。这番话，这款话，会当予咱启发，会当予咱启发。如果能一直实践，如果咱来当接受这个启发，那一直来实践这个工作，自然会修到一心又心的功效，自然会修到一心又心的这个功效。了解的功课，大学通知发明法，过一心就是心作修行，难得来通知发明法，过一心就是心作修行，空王相通空王，伊呢确定伊个一物，一些个物，一心又是心作修行，我今仔日会写这个辛苦方第二章句。我的心不着的事，想，这也是姊妹，咱来想办法来启发咱家己，凡是假如不能做到这四点，那就等于的确停顿。我回头倒转来，咱若这四点无做，咱的的确就停顿，停顿。善恶就不分，停顿了外。咱就善恶，我都能分，我都了解。到迄时阵，不但公主优先，就连天下间的父母，也会感到优先。到迄时阵，不但公主人优，连天下间的父母，也会感到优先。所以，咱一定要了解。咱家己爱振作，咱家己本爱过一心，一心又一心。做新的，做一个新的老百姓，做一个新的人，这才是重要。那么咱老爸老母，咱咧烦恼，烦恼讲咱无得修，咱是讲阮老爸老母归空气个，特别忧郁咩？伊卡是伫地个，或者伫人间，或者是天堂，伊一个会个人忧郁，还是寂寞个。空性人家的那犹如，就是不修学是不干，容易不能事，不善不能干是何有呀？只爱无快忧心，唔过伊只忧心，伊家己有作正作的无？家己作正作，伊在讲，住持念机，来第四章，住持念机，住持念机，心心如呀。心心如也，妖妖如也，妖妖如也。虽是讲有心、有国、有社会、有天下、有兄弟姊妹，可是伊有不在别中即求中无。伊逐日看足开，感觉足轻松。为了天下间的众生，为到处行，到处行道。你看，姊妹振作，心心如也，妖妖如也。心心如也，就那亲像咱拍一个戏在春门安尼，拍一个戏在春门安尼，感觉足轻松的，伊的容貌，伊的面色，感觉足好一个，这种书是孔子，在讲伊平日生活的态度。咱不能安尼，虽是安尼，不过咱尽尽力落道，所以咱的前人者，咱的建文书，咱的前人，咱的先儒，都叫咱爱落道，修道一定爱落道。孔子是圣人，其心自然是坦荡荡。孔子是圣人啊，所以心自然
拢是真坦白，哦，真诚实。所以伊平日呢，哦，含无私事，所以平日，哦，伊平日呢，有含无代志的时阵，心亲像天体安尼旋转不息，心亲像天体安尼，天体安尼在运作安尼，为众生的心感，为众生的心感，没有丝毫停滞，无停困。伊逐日就提醒，即众生免那么吵吵的，啊，坐顿入去，也袂伊个想办法。念就亲像太虚的空空洞洞，亲像叹太虚真空空洞洞，没有丝毫的私欲贪念。伊无为了伊个人的财产、个人的荣耀、个人的官位来即私欲这个贪。行无中，行无位，哦，伊平常就是讲行无中，也行无位，哦，行心定中，啊，形态表现伫外口，太和之气拢大伫行心，哦，太和的这个气场，伫个心甲心来感应的，甲无思、无思乱想的人，真有通天降之变。伊叫咱无想想，咱若无事，一下拢无白想。真正啊，无事咱拢无白想，除了咧看册以外，无事咱无白想。所以咱若闲，都参考经典，咱莫无白想东想西。所以空性有一种个气象，完全将中和个德性自然出发。空性是即款个想法，即款个外性甲。内性甲外王即个功夫呢，完全得到了中和的德性，自然就发出来。所以，咱修养，咱修养性情的时候，必须将内，将内在心性相得感悟。所以，姊妹，咱大家拢得到，有得学到拢一段时间，咱平常吼、哦，平常一定爱将内在。的心性来用功，变化咱的气质，唔通亲像气病把咱枯掉咧，啊物欲把咱蒙蔽，这是咱一款足歹的气质。来到遮，一定要想办法来转变，涵养毅力，来涵养咱真正的正义，甲真正的天理。性情，性情，哦，不能偏移。咱的性甲情绝对袂使偏差一边，不怪咧，气场自然中正和平。咱若不怪咧，是咱的气场自然中正和平啊。故是故孔子即可爱可敬重，是故孔子可言可爱甲可敬重的，乐是人间哦，是人生的平淡。都是人生的平等，知足常乐。你都家己拢知足啊，兄弟姊妹，咱若要知足，咱拢有法度。你家想，咱拢有法度。咱真无许食三顿，我拢食的啦。无啦，我着看讲有迄、那个，哦，有迄人去讲遐一句，啊一，哦，我甲问讲安尼有趣无？讲无啦，细只囝仔玩大好啊。伊讲啊，我讲啊，你平常开咩？你定定来开。啊，到政府一个月三四千，我都迄个强强啊开。我讲就强强开。好，啊你安怎食？伊讲我一早啊都食一粒馒头好啦。伊一早啊讲食一粒馒头，啊日头呢，日头我有当时也会食。啊你闲呢？闲当食什么面？我讲哦，啊你用心心在照顾。人家无免怎样，我嘛无法度，伊讲无免怎样，所以咱若知足就上路，真正知足就上路啦。哦，啊，一日入面开几啊万，哦，我做咧无啊，哦，一碗面几啊万，人就咧吃，换一个朋友，唔知用啥物方法来吃，吃你吃，你也无去买啥物啊吃，我爱就去买，讲去迄饭店咧，煮一碗面。就只讲一碗面，讲2500啦。一碗面2500，
主持人态度阁唔敢吃，讲好、哦，我咧讲起，你阁真正去买哦。伊讲啊，你阁在讲，我著去买一碗互你吃。我唔敢吃，伊讲好啊，你唔吃，我著叫阮孙仔请吃一碗。讲是，你安尼讲，我倒唔吃，啊，无我无人吃。啊，就这样，这吃啊钱不分寸，吃啊钱，哦，一顿过来千两块吃，哦，几万的人在吃，啊，一顿像我来讲，吃一碗汤，吃一碗面，嘛在吃，哦，身体好是要紧，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住一间医生清楚的，了解的，啊，咱我同我来讲，哈，透过了哈。本来祝完，祝完，我虽我心里，心里我虽旧矣，旧矣，我不朽梦见周公，我不朽梦见周公，多办的，多讲办的出来，圣人的烦恼，圣人的烦恼，哦。我安尼甲想，我讲即阵来甲想，有可能孔夫子当时还未归空气的时阵，啊在办道的时阵，思想梦见梦见就讲，哦，伊甲食啦，气血较薄啦，较衰啊，就无法度梦见就讲，啊所以即段话，伊是伫相感叹，感叹，食啦无法度去，哦去行道，伊就感叹。感叹讲，食老真正不容易，有影啦。所以咱尽趁少年，趁了人行，趁了人行，也会走。咱着赶紧来行，赶紧来走。所以这个王经理认字啊，哦，我还有我还有我，有一日我去认遐先生，我讲，会走就走。会行就行，未行用白，未白哦，用钱用银。啊，我有一阵呢，洪生一阵呢，甲我讲，无啦无啦，我讲你怎啦？你讲的话我拢甲你记的，我讲别讲啥话，你甲我记。你讲会走就走，会行就行，未走用行，哦，啊未行用白，啊未白。用锤，用锣的，啊，卖锣的用锣的。我讲好啊，讲遐句话你也会记哦。我无拢甲你记的，哦，真正世间无啥话讲较真啊。伊才感觉讲，可以想着讲世间真正无啥话，所以咱一定，哦，伫遮一定爱有迄个念头，会走就赶紧走，未走用行咱就行大步，啊，未行未大步，但要行。咱慢慢仔做人行，啊，拢袂行啦，用爬，嘛爱爬长伊啊，哦，唔通坐车啊，要坐坐车，哦，你是艰苦个咧，袂行就用爬，啊，拢袂爬用烂，袂拢袂烂，用船囡仔咧爬就走，哦，用烂，一定来得爬，所以想尽办法，多行功，多立德，啊，多行功，多立德啊。人我时常在讲，在出事无看，自己相信嘛，看看。但哪你只靠嘴唔来，你要眼光也对。我都无，我都没有办法，不是你的啦，不是你的啦。人讲钱在银行，啊，先生太太在天堂，有教堂嘛。哦，这个人是这个代志啊。哦，但哪你归空唔了。先生就买好厝哦，太太就讲要找一个朋友啊，这足正常个代志呢。伊无孤单，这个社会跟较早无相像啊。哦，今嘛无得强调酒馆好啊，或者是官府哦，官府好啊。哦，今无得强调个物件。哦，这真正代志，所以难看见。哦，那个去人个红线，咱就打紧个针，唔通。哦，等后尾靠开唔来时阵，阿要做影像嘛，诶，姊妹，哦，等下到，啊，就来读到遮，都时间就差不多到，啊，咱等住有时间。
多钱一定爱听人讲。人对人咧唱歌，哦，迄时咧，台中人咧唱台歌，讲干海呢，海呢，海呢。这人无咧，人唱歌，唱歌用歌呢，爱唱呢，伊人。唱个新鲜啊，啊，你唱你卖唱啊，啊，一条唱袂一条啊，哦，啊，多钱一定爱听。看清会当用心，会当理性；看清会当心旷神怡。哦，这才是咱人生真正快乐。啊，无啥人快乐，无啦，无啥人快乐。那么你若要落多，你话拢无啥？啥无法呢？困住咱在做注意检验来点，一定爱安坐。那不然咧做，哦，一把水，水不满。讲起讲是真听你讲，啊、哦，了解。哦、住在春香湾，四季如树，不想听你啦。咱人生到底为了啥样？搞我水呢？你投安尼？你讲这个话是咧贬低伊地主呢？你唔是哦，你唔做哦，就从安只安尼住在春香湾。带个地主去徛顶高仔顶，哦，啊，伊个水怎看？时下如舒服，不想去了。时间在过，都是明仔日在过。啊，唔做咱嘛是在讲过一日，啊，要做嘛是过一日。所以人讲一句讲，有修一日，你就空；无修一日，你就空。怎么样？啊啊，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都方便。谢谢。前道是功，再是功，三是功，感谢讲师慈悲是功，坤道是功，再是功，三是功，感谢讲师慈悲是功，一起持戒，向第二五行三一功礼，前道是功，再是功，三是功，持戒前忍是功，持戒不前忍是功。送驾得之之功，坤道之功，在之功，三之功，持驾前忍之功，持驾不前忍之功，持驾得得之之功。哦哦哦，欢迎欢迎。